今天这个作业的练习是锻炼大家的适应性还有想象力，就是像那种强行过去推那种，就完全是练胆的。能想到用手机把刘云老师的照片下手机上然后拍出来的，你们太牛了。一个什么样的任务，结果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怎么完成，这就是我们表演要做的事情。哇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的腰疼。疼啊？嗯，对对对。这疼不疼？对对对，特别疼。嗯，疼啊，疼疼疼啊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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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别别别别！我很奇怪吗？思维，你这样我真的特别的感动。你这样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快，要不然你俩就不热了。热吗？是不热了都。嗯。我感觉我跟你妈一样。妈。妈呀。热吗？热。你怎么这么温柔？你怎么这么温柔？我哪有温柔？你可不能天天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天天这样。你天天这样，你天天这样我受不了。哦，这儿。啊。啊。Someone you can talk to who will understand.我以前做大学生的时候有很多想做却没做的遗憾，但是现在我有机会再做一次大学生，所以大段话呢，准备的，高干的说。我叫张雨曦，是旁听生。比长扁担、短半扁担的短扁担带上。对。寂寞会趁虚而来，因为爱的晴天和阴天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，月亮下的对白，单纯的像小孩。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，我稀罕你，我稀罕你。好为难，好痛，太可以了。